他的心不在焉，是无心还是故意哦？嗯，可能两个都有。嗯，然后跟这个亚马逊的这个电商龙头，他的物流中心那个有六个人这个罹难。贝佐斯，也是心不在焉，在这个 IG 上面放上了六个第三波要载人上去太空的那个太空舱的太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旅行往返的实验，然后也被这个人家骂他冷血，所以后来他逼得他赶快在 Twitter 另外一个网络平台再去说啊，这个发生在伊利诺州爱德华兹维尔市的这个不幸的这个悲剧一样，就跟刚刚我们在讲拜登一样，你的心不在焉是刻意有意为之还是无心的，恐怕两个都有。所以拜登心不在焉，对啊， Amazon 的总裁心不在焉，对，然后现在拜登又说紧急推那个提出说要补助这个伊利诺州他那个联邦的这个资金，协助他们说遇到紧急状态事故这样，你现在有点在补，他现在有点在补破网，因为美国不只是伊利诺州，包括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伊利诺州都已经有14个人这个罹难死亡了，那这个另外一个肯塔基州是64个人，是比较严重了，那也掀起了说为什么这两天美国社会在探讨说，哎，是社畜的这样的一个亚马逊这个社畜，美国社畜之死吗？因为传出来亚马逊他去那个风碰到风灾的时候，他们去工作的物流中心地点是不准带手机的，对，所以当下员工在第一时间没有收到细胞简讯。可是亚马逊后来他也提出来说，哦，那个经理有收到细胞简讯，有一个经理有带，所以他知道，他就通知员工赶快进去厕所避难。可是，一秒就变废墟，龙卷风就把整个物流中心他的这个仓库全部卷走了。所以美国现在碰到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你似乎只是忙着在国际间有一种浓厚的好像这种去对抗的这种冷战的这种氛围，可是美国当你碰到自己天灾的这样状况的时候，你的人谋又不彰，那你几时关注过他的这个老百姓？所以我才说现在不管中国习近平跟俄国这个总统普丁的话，你拜登你跟亚马逊一样，看起来似乎都是那种好像反应慢很多拍。这个全日本的这个印章产业协会哦，它的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我不相信，日本人才多少？1亿多人。日本有1亿2000，将近1亿2800万人。对，我很怀疑。所以号称这个全日本的这个印章产业协会，至少超过登记在政府的立案协会有890多个团体。对对。所以他们对日本政府形成一种庞大的民意跟选票压力。然后再加上日本人的确是很重视他的印章文化，日本人一出生就有3个这个印章，一定会这个准备。就像我们台湾人，那你要包括你的整个姓名登记之后，然后你的这个求学，还有你在结婚的时候，还有你到了公司，你不管你担任什么职位，你都有像这样的一个印章，社长、部长、科长，你都会有一个印章，担当就是承办人员、执行人。还说成年人通常持有3个印件以上，是啊，比身份证还要重要，所以他们才会开玩笑说，就算你连逃难311大海啸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第一时间他们想到了财务哦，对，财务。身外之物第一个就是印章，可见印章对日本人多重要，所以日本的印章文化跟纸文化在日本是很传统的。那他们这个纸文化就像是那种秉义书，他们日本人就用这个来形容叫秉义书，就是我们叫申请书一样。你要申请什么，那其实是一个一般以前日本古代到今天的行政机关，他们要跟上级上司长官申请什么东西，报告什么事情，都会写一个申请书，秉义书。那后来演变到今天，不只是公部门、行政机关、公司行号，他们其实你要申请什么用品，申请什么东西，你要申请调什么单位，你要申请做什么，其实你要申请办什么活动、企划什么，都要写一个申请书，所以就变成日本的一个纸文化，不容易推动。河野太郎到后来，他还是在努力的在做这个。2年半前，日本那时候自民党就想要推这个，可是就遭到很多的这个压力，包括媒体也不支持，然后而且民间团体也在那边抗议，所以没想到印章文化跟纸文化竟然变成日本没有办法数位化，因为这些都是要靠纸跟印章。美国之前在对付华为的时候，他每次都透过这个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或一些美国的这个媒体，他会把美国官方想要对付华为和这个中国的一些所谓的监视系统的这个问题，把它凸显出来，透过媒体先把它安上一个罪名，然后再让他最后美国政府祭出一些方法的时候和手段的时候师出有名。但是不管是他这个华盛顿邮报披露了什么3000多页。的这个简报曝光，中国的监控计划用于什么警察、公安、情报这个治安机关，对，然后是怎么样监控？然后包括刚刚其实张静老师有提到的那个，在这个新疆的什么什么等等，我记得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个监控系统，还有其他的厂商，包括在中国贵州，他们说做了那个天眼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监控，也是一个情报征收监控的这个范围，人家明明是用来
作为跟这个外太空做一个传输，就好像在哈勃望远镜等等诸如此类，就会把它附上一个莫名其妙的时候监控的这个罪名。荣获他们在公安、警察、治安系统一定会有这个监视系统，就像之前英国不是有一个媒体记者去测试，然后这么多久多快被抓，这显示人家的治安好，他可以这个天罗地网。对，我们台湾也有这种系统啊。那或许你拿这个来去打人家天眼，所以美国他就是要把这一个凸显出，你看他只要研发出来的这个无人机啦、征收啦、天眼啦、啊、这个还有这个所有这个监视闭路器啊，他就会把它解释说就是破坏人权，是就是在抓他们每一个人，然后就是他们人脸的这个扫描、嗯、然后就是他们这个作为这个新疆的这个人权的这个妨碍，还有中国大陆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监控、嗯、那因为先决条件他们完全就是有一些主观意识了，认为说中国这样做就是不对的，中国怎么样、嗯、他的整个制度社会制度跟西方的所谓的民主不一样，所以他们 发明出来的这些科技对人民就是有害的、嗯、完完全全不会去看探讨他对于科技和他们的生活的一些改变和他们的影响、嗯、所以我觉得美国第一啦，他还是要塑造他的敌人、嗯、第二他就是要找他一个师出有名的罪名，让他好，让他可以祭出一连串的这个方式，到时候跟北京当局去做一个谈判的手段。但我觉得这边不管双管或多管齐下，我觉得最到最后都是我没有办法阻止中国现在正在把他们的科技日新月异，然后也没有办法阻止说美国其实你也在做同样的事。立陶宛现在因为他刚好那个地方是这个克莱佩德港，他对于这个白俄罗斯创造了这个外汇啊，他的这个经济来源是很重要的。对，那当然立陶宛他也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麻烦，因为美国跟这个欧盟和英国啊这些不同国家在制裁这个白俄罗斯，他一定会给立陶宛很大的这个压力。对，那当时其实一个多礼拜前我们节目在探讨这个中欧班列的时候呢，也有提到说哎，中国大陆的中欧班列也可能跳过这个立陶宛的克莱佩德港，因为克莱佩德港在这个北海，在波罗的海，它那边有特殊的一个它的这个经济交通运输的一个战略位置。那立陶宛可以善用它作为它一个经济，包括帮它自己、帮周边的像白俄罗斯这些内陆国创造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但如果它甘于跟美国和欧盟、英国这些国家来合作的话，它就会变成立陶宛自己境内都会有那种麻烦，因为影响他们自己经济。是立陶宛今天敢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叫板，它也要驻北京大使馆关门。我觉得啦，立陶宛可能一直不断的尝试在挑衅、激怒北京。想要等北京你有所表示，比如说北京把它层级提高，对，我就跟你立陶宛断交，搞不好就正中立陶宛下怀，是你先跟我断交，不是我跟你断交的哦、啊、我没有主动要跟你北京断交哦、啊、因为立陶宛一直很耿耿于怀，当初中国大陆在那个它的商贸的一个电脑系统里面就把这个立陶宛的名称给消除掉，然后导致立陶宛的一些出口商受到了这个影响，没有办法顺利把它货物这个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来。那虽然中国大陆解释说是因为系统的更新怎么样怎么样，立陶宛一直不接受，认为它就有跟美国一样抱着敌意跟政治的理由，就认为说你是故意的，你中国是故意的，因为我跟台湾怎么样发展不同的关系升温了，然后你就要故意找我麻烦找我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立陶宛跟现在因为抱着美国受美国的影响因素很大，所以他一直把北京如果在交往的前提一直认为北京就是从中作梗弄他的话，那你现在自己又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帮北俄罗斯缴肥要出去，这个市占率占全球20%、欸嗯、那你不止自己经济收入会影响，你周遭邻国就拿白俄罗斯来讲会对你这个不谅解，但是你又得罪了美国，所以再加上他内部的会有这种两派的争议，也因为这样子违反他内部的这个法律，因为这是他该做的事情。如果你光是配合说国际的现实要围中抗俄的话，你要这样子昧于自己国内的这个法律有规定，国铁的执行长他要执行他的规定，不执行他你就会被这样子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立陶宛会变成首鼠两端，他会吃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经济的收不到，然后就算顺了美国的意，那你完了。不要说你对俄罗斯很敌意好重，你白俄罗斯旁边几个国家你都没办法交流，还有以后的一个经济运输的地位，人家就会说你这有政治力的这个在操作，那更可以加深了以后中俄班列就不要理你了嘛。阿联那个，我觉得美国做生意很，我觉得不是那么有道德啦，因为像我学长张晋老师，他长期也在这个军方和现在国防事务，甚至还是有去教授这些军官哈。我学长他从国外回来，他也很清楚。做军火商的生意，尤其是像美国，当时这个政策是在川普时期拍板的，然后决定卖给阿联酋，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80架的，不是80架，就是这些 F-35 战斗机。当时还引起以色列的不满，认为你怎么在做两面人啊？是美国跟以色列是歃血的盟邦，你应该力挺我对抗阿拉伯世界，这么先进的 F-35 战机，我才是你的盟友，你卖给
阿拉伯联合大国卖给阿联酋，我一点优势都没有了。然后当时川普还派国务卿去跟这个以色列沟通，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派他们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跟这个国防部长去跟阿联酋讲，我们卖给你的 F-35 会把那些部分的逆中的功能在雷达显示屏幕上可能看不到的话会把它拿掉。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外电报道，我就觉得很好笑。F-35 就跟 F-22 猛禽战机一样，你最大的优势就是你的逆中的那个特性，你的逆中的功能让敌人在他的雷达和征收的系统完全找不到你，所以以色列才能够先发制人进行各种突袭或空袭，掌握空优嘛。是，那他为了安抚以色列的不爽，然后就跟以色列说，我卖给阿联酋的是没有那种像这么先进的逆中功能。那阿联酋那时候已经几乎近乎拍板决定，你能怎么办？当美国后来又这样讲，你只能默默的摸那个摸摸鼻子说好吧，我还是买，因为它很强大的一个多功能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功能嘛。那结果你现在到了拜登上台，你又跟我拖拖拉拉的，当时功能已经没那么先进，你对国际间又这样放话，又做两面呢，阿联酋也会不爽。你当时美国跟以色列在讲什么国东啊？出钱的是我，所以你看到新闻，如果我是阿联酋，我当然也不爽啦。我就跟法国买，我跟别的国家买可以吧？你 F-35 是不错，很强，但是一家那么贵，是天价。阿联酋也不想当盘子啊，潘娜啊，然后被你这样美国宰制。又话又说回来，希腊这次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洛马公司一直不断的在推销他们的这个多功能水面战舰。希腊我记得没错的话，要花1900多亿，像快2000亿台币，跟美国买只有4艘，所以你看一艘将近500亿的台币耶。那当时这个希腊本来是想说用2艘的这个在美国做，然后2艘在希腊用技术的这个引进，其实美国还没有决定是一定要这样做了。是，就后来希腊就觉得，那我执行之前跟法国的这个决议好了。其实法国也很积极，他当时丢了这个大订单跟澳洲这样的，让美国吵起来，马克龙早就很不爽。那法国也开始积极伸展他们触角，偏偏美国想要做全世界的军火之王、军武第一大出口商，所以呢，碰到这种状况，他又想要跟法国互别苗头，去跟这个希腊抢单。对，我觉得这倒会让这个马克宏到时候越来越不爽这个美国。所以你看到拜登最近做了一连串外交和国际的决策，马克宏法国并没有像英国一样亦步亦趋，其实美国就要秀出那个警讯。你不要以为当时你跟马克宏为了澳洲的事情讲了40分钟的电话就可以搞定了。法国人可不是那么笨的。秦教官下召集令，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玉琴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冲刺的行列，距离百万订阅呢只剩下10000的差距了，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达成百万目标。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共创2021的奇迹，按赞、分享、订阅，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